现在我们要投送观众个人喜爱度。来到这个节目爽的一个点是我们故事磁场传递，我们要享受那个很舒服的状态，大家的凝聚力有什么感觉到的，真的就像哥们儿一样。你们的决定决定了哥哥们的去留。观众喜爱度，它将决定了你对里面成员的去留。因为之前也是自己喜欢的人都离开，好朋友离开，那个感觉不好受。我觉得很可惜。我不服，你知道吗？很不服，我受不了。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节目，我感觉到很挫败的感觉。为什么每一次都是我？我几乎没有赢过。我们不想要遭受二连败，破釜沉舟要拼一把。我们是战士，我们的战斗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家园，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卫我们的战友。打开了一个湖，所有的野心拿出来了。我们要逆袭，我们要翻盘，激起了我们男人心中的怒火。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京东赞助播出，每周五京东首页拉一下，超多哥哥福利等你拿。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衍生哥哥的少年时代。Whoa, what's this? Ew! Wow, 古装，花衬衣，黑西装，风扇，雪花飘飘。有架杆儿，哦，今天要干嘛？各位哥哥请注意，各位哥哥请注意，创意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始，请前往客厅集合。创意短视频大赛即将开始，请前往客厅集合。鄙人作为这次的值日生兼主持人，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工作，谢谢。请客吧。对。这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哦。好好好，这是我人生的一大挑战，来吧，欢迎各位哥哥来到创意短视频大赛。我看到平时大家呢经常会在网上发一些有趣的短视频跟网友互动，是吧？卓哥教网友呢一挂鞭的武术，对吧？海泉哥跟敖犬呢就是跳舞。正是因为这些奇奇怪怪又可爱的举动呢，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啊，所以说任务来了，请哥哥们在限时90分钟之内，以阵营为单位，至少拍摄一条时长不少于30秒的短视频。时间截止之后呢，一一展示每个阵营的短视频。所有视频展示完毕之后，哥哥们就进行全员的投票了，但不能投本阵营的哦。最后票选出的最受哥哥喜爱的短视频将获得在官微置顶一周的权利。啊，好厉害啊。同时该阵营获得片尾冠名权。哦，那也不是一太长。请各位队长跟我走，领取你们的拍摄工具啊。四个队长请出列。队长陈小春队长，对，李承铉队长，桑尼队长，忘了自己是队长，张文忠队长，好，来了，现在咱们去外面拿道具了啊。这个环境的，就是我们就这样子，然后想用他点这个点这个。那个一说的时候，我就哎，我觉得一定要拍这个点了，这个非常好笑。
我们在这里跟别人不同的一个点，可能就是有一点功夫的元素。如果是以功夫为底啊，我可以玩一首。如果有蜡烛的话，一排，我是可以一次吹灭五根出去的。我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可以啊，这个可以，每人想一个，每个人想一个自己的功夫。I got an idea。什么？很无聊，很搞笑。It's for this story。我们所有人先回来，很明显我们是想吃东西的，要有一些细的 ，OK？ 只有一个方便面。好像会打起来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好像 like 几个人一起争吃一碗泡面，感觉很有意思。想要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哦，他拿着，然后陈秀你扔他，接，啪，喝，我的想法就是，演出马上开始了，进舞团各成员注意，马上集合，马上集合。然后我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贴给你们的反应，就是听到队长的呼唤，就是好像有耳机的这样，然后你们的反应是各自出发的那个最帅气或者最搞笑的过程。这哪儿够时间的？这个90分钟够了，够了。你不加上剪辑吗，大哥？你们都觉得剪接是不用时间的吗？剪接要很久，剪接比拍的久。你不用全倒下去，因为这个不够快。一二三，你想。然后做一个这个拿，那我就不摘了。预备，一二三，李翔，看，好，可以。Very good， cool，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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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场，换场了，换场，换场。跟哪个也尽量爽一点。好好好，我很关心什么时候放饭。导演有放饭吗？导演什么时候放饭？导演，放个屁呀、啊！那刚刚才开始开工。啊，要光吗？导演，哎呦。哎，灯光，你给这个灯光要打给自己了，是吧？好，三二一，开始。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哎，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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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物来，抢物来。来，道哥，衣服给他，道哥。哎呦我，哎呦我去！你这个抢物生气了吗？抢物想报饭。喂 ，Action， 一二三。哦 ，Yes， 下一镜，下一镜。小白就等你来耍大牌啊！我跟衣服穿反，我们就全组人员就等你一个人。演员副导演来一下，哪找的演员？换一个，马上！导演对不起对不起，灯光老师别说我。我跟灯光老师管那么多。三二一，走。掀被子。不是这，你的脚不是这样的。等一下起来你就是这样的，嗡嗡，这个人就起来了嘛。所以你要这样嗡。对，我会这样，我会这样。那你现在要做出来啊，你要做出来啊。OK， 反正我就应该这样。这个演员，对，要不要考虑换一个？哎，副导演，李想，你这个脚真的咋了？怎么这么好使？停，开机了没有？机都没开。啊！去站好，准备开机。OK，Bridge 这样过来，我这样攀过来，然后他很不爽，然后就变成一个 two shot 了，然后就开始那个，我觉得你有一点不尊重我的那个小弟。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的小弟弟。是的，我很明显的感觉得出来。我觉得 Low 哥有点不尊重我的兄弟。那个小顺哥在这里啊。厚一点，不要背。然后我是导演啊，然后我也是那个摄影师啊，他们就是我的演员。我觉得我经验还是蛮够的，因为跟很多不同的导演已经合作过。哎，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然后他们就说白举纲啊，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走了。他叫什么名字啊？或者不是白举纲，是李泽峰。李泽峰的不李全轩 ，OK。哎，你知道他就知道叫什么什么人吗？李长光。没有，我们玩两秒。Low 也不要在上面俯身出来的那种，然后我带回过来那个好像比较，哦、可以啊，比较好玩一点。是给他的。可以再出来一点吗？有点。OK。三。一，哥，哎，怎么了？我有件事跟你说啊。说。
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什么？我有这么觉得。笑啊！对不起，对，哎呀，对，算了，对不起，对不起。李成干。其实他叫什么名字？李成干。他叫什么名？李成刚。够了，受够了，好热啊！我觉得很好笑，那句真的。哎呀，不能再笑场了。各位哥哥请注意，距离创意短视频大赛结束还有30分钟。我知道要拿什么了。啊！聪明。Three, two, one, go. 哎呦，太快了。Cool. James, spin it for me. We're about to fight. And this is the final. Yeah. Ends at Ricky and good. Okay. Let's get this last shot. 还有最后一个拿吸管的是吗？对，从下面。真是很难哎。就在这儿吧，掉在这儿，把这个掉在这上面。哦。就吸它，哎，可以 ，Yeah Yeah Yeah， 好了，也是这样 ，Yeah Yeah， 可以直接这样拿出来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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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One Two Three，Yeah， 哎，这个更厉害，哎，筷子可以，筷子可以，筷子好，筷子好，筷子比飞镖好，哎，筷子好，先试一个，先顶着。咬着，啊哈哈哈哈，可以，这个好笑，这个好笑了，这个是这个好，这个好，祝你们来，这个好，这个好，五四三二，我想回家了，但回家之前，我先送回家，送回家。这也不错，这也不错，这很自然，这很自然。你看，他们都笑了，他们都笑了，这个很自然啊。一二三，走！撑住啊，兄弟 ！OK 了。有味道啊！啊啊啊！我够了，够了，够了，够了！来，接！目前陈小春阵营已提交。喂，你们快点，好啊，还没拍完。拍完了。怎么样，卓哥，你们弄好没有啊？在搞后期呢。来，哥哥们集合一下，咱们开始投票了啊！创作时间飞快的流逝了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作品，好吧？好，请播放第一条短视频。我想家了，但是在我回家之前，我先送你回家。哇！明明是个勺子。嘿嘿！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禁忌啊，不能露。还差鼻孔里去。好功夫，好功夫！走！哎呀，后面还有人呢，后面还有人唱。可以。
江湖无需纷争，哥们披荆斩棘，斩草耶！哇塞，这句话很够狠的、挑衅挑衅挑衅。接下来让我们的卓哥来分享一下这个利益啊。我们这个名字叫哥哥们的江湖，哥哥们身怀绝技，齐聚一堂，为的是什么？大家共同创造出一个好的作品啊。当然了，也要有火药味儿，看谁先送谁回家。耶、yeah ！好，果不其然，就是火药味十足啊！但是呢，我们大家也没在怕的。接下来，咱们放第二条短视频。哥，怎么了？我有事跟你说。我觉得小峰哥有点不尊重我兄弟啊。怎么会呢？我有这种感觉。阿开娃，阿龙，真的大兄弟。他叫什么名字？李长刚。什么刚？高寒刚。高寒刚。高寒刚。咱俩在一块了。不记得。不记得。投资方谢谢我。哇哇，这很有意思，而且是这个好像真人真事，真是你干，你有什么想说的先说一下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 Bridge 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他姓布的。姓布叫什么不知道。对 OK。接下来春哥来说一下。我觉得是虽然有点草率啊，但是有诚意，而且是这段时间就让大家不用说了，你看吧。对 OK。漂亮漂亮，大家记住这个作品。好，接下来呢要看下一位哥哥的短视频了。 Nice。 不够喝啊，要抢啊。一瓶牛奶引发的血案。分享，这个就是李承宪对的视频了啊。这个视频呢，它的名字就叫分干通围。分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分干通围啥意思？同位同位分干同位。对对对对，分干同位。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内容，是觉得我们每一个哥哥们都是有带着这种分干同威的一个心境。很棒很棒，谢谢承宪哥哥。接下来要看第四组视频了。 3 2 1，我不信渠道进来。Action。哇
各队员注意，各队员注意，披荆斩棘的哥哥公演马上开始，迅速进攻，迅速进攻。李强。春哥有啲難做呢單嘢，我之前以為已經好清楚，我已經清楚投邊個，而家有啲難做真係。本來是想投炫哥的，我也是，然後想投春哥。春哥那個，是的，是的。好，現在呢，大家要考慮清楚，要給哪一個組來投票，不能投自己，只可以投其他組。每人一票，是不是？對，有請我們的哥哥們來投票啦。好，湾区的故事哥哥组得了11票，很高了，赢了。去到劲舞团劲歌组7票，也是第二名了。分甘同味李承铉组和哥哥们的江湖文卓哥组分别5票，所以说现在是有平票出现。平票呢，就是组里找一个人出来喝牛奶，一口气谁先干谁赢。来吧。好，卓哥那边排出的是刘聪大将，程炫这边是 Ricky 大将，来，我们拿个透明的被子，然后你们就倒到那个透明被子吧，盘子也可以。你现在放在碟子上喝？对，所以，OK， 哎，这个明显，这个明显，呢个唔系太好睇啊，这个是。啊，这个好，这个好，来，怎么搞？来，来，准备好，3、2、1，开始。你挤他，挤，对对对 ，Ricky， 快点，对对对，哎，对，一挤就行了，对对。哎 ，Ricky 这个喝的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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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是 Ricky 赢了 ，Ricky 好快啊！不错了，兄弟，没了没了。李承铉组获得了第3名，卓哥这边虽败犹荣啊，很棒的。恭喜陈小春阵营的哥哥们，你们的短视频将获得在微博宣传置顶1周的奖励，同时你们阵营还能获得4公片尾的冠名权。明白了。今天的短视频大赛呢，就完美录播了，谢谢大家，谢谢张琪，很开心，超棒的主持。我觉得那个其实是真的，就是我平常的样子，就是很饿。小强哥，我告诉你一个提升中文的秘密武器。不就是绕口令吗？刘奶奶教牛奶奶买牛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哎呦，不错啊，听听我的。牛奶奶教牛奶奶买牛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你猜刘奶奶的是什么牛奶？难道就是？当然是，适合全家应用的经典 AR 贝塔酪蛋白纯牛奶，来源于珍贵品种的奶牛。Cheers。果然是经典 AR 贝塔酪蛋白纯牛奶，给我的兄弟备上吧。营养净和，好吸收。我也给我家人带回去一些。请全体哥哥前往草坪区集合，并按照阵营就座。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Hello， 哥哥们。Hello， 欢迎。辛苦辛苦。马上就要发布歌曲了。下一场演唱会的主题叫做《3万天》，3万天演唱会。
四大阵营，每个阵营将完成三首歌曲。哇，每三首歌曲分别是个人曲目、双人曲目和阵营曲目。其中阵营的曲目呢是全员参加，而个人曲目和多人曲目都是加分题，即是由1000位观众的火力值进行4选1的投送。那位大哥就永远在旁边。我在想你不要思考了，你们算不出个什么东西来，你们这个样子。规则听懂了吗？不需要我懂。我后来去海泉哥那儿逛了一圈。多人合作是4选1，如果其他三个队是0，你是1000；如果打彻底打平，一人最多250票。而这边是每唱完一首歌，1000人投票，不喜欢你才不投。所以阵营合作得分一定会更高。是的，就明白了。那么这一次的阵营曲目呢？四大阵营将与不同的2位艺术家同台合作。分别是中国现代舞新生代代表人物赵良老师，以及跨界音乐团体图灵音乐实验室。我每个作品里都包容了很多很多的我自己对世界呀、对生活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未来的作品肯定也是这样的，关于爱吧，爱和修行吧。你想，我知道，我知道。That's really dope, yo. 这两个都是很。那么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曲目的选择，其中个人曲目已经提前请大家都提交了个人的一个歌单，现在就要开始发布30000天演唱会其他两大赛道的8首曲目。幸运的话，一个人的一生大约有30000天，短暂又漫长的岁月该如何度过？因为人类的情感、品德、体验充盈在我们所有走过的路程，于是赋予了世界丰富的意义。而当我们谈论人生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哥，你要唱这个？好啊，适合切歌。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厉害。想想好啲哦。跳舞街。这会很有意思，如果是要跳舞的话。I like this。广东话。这就可以。好，好吃。狗哥，你很有感觉吧？新裤子了。我不要跳舞啊！我不要跳舞，我不要跳舞。I'm gonna say it right now. I hate this one. 就阵营战了。
像从前，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这个对于知县哥很想要的应该是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写什么？这个是现在特别火的。It sounds hard to sing though. Yeah. 不做是山不做禅，笑我大水拥住蓝。舍离段，这是要跳舞的，跟现代舞赵良合作。只等花遍满山，这个很中国风哎，这是韩语。经过指尖。这首歌我已经写了，类似悟空。这首肯定对，这首肯定是合适中国风的。眼睛闻香的香，他说陛下我叫。这首要改 trap 是比较好改 trap。This is gonna be like a Linkin Park one. 那个词我不明白。是有点怪。对这个尽量不碰这个。这就是以下的八首歌曲。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竞拍的规则。今天的竞拍跟过去都不一样。哇！那么本次竞拍呢是共分为两轮，第一轮竞拍多人合作的四首歌曲，第二轮竞拍的是阵营合作的四首歌曲。四大阵营各自选择一首曲目，同时亮牌。如果出现了重复选择，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反对，开启重新竞拍。但是呢，任何说我反对的人，你都要扣掉25火力值。这玩不完了。你都他要完结里面。断舍离蛮有画面感。如果是舍离段的话，其实那赵良和理想的互动就会很容易。是，那其实舍离段基本上我们都定了。多人合作是四选一，跳舞节，因为大部分跳舞的人还是在我们这边，我们也估计那首歌不会有人去抢，除了小春哥部落的人。我觉得这个不考虑了。你要跳舞？不考虑了，因为我们已经唱过，已经唱了黄歌了，不唱。对，无名之辈那个歌名是挺帅的。汉武哥，说主观意见。对，五人之辈，我也同意。好，他是我们手拿的，他们应该都不会选择一首。这是无名之辈。对，找一个比较不会那么容易数的。我是觉得无名之辈，因为热狗的 rap 很有深度。全体的，你喜欢哪个？那么图灵人那两首，因为他们是以音乐为主，可以给你提供一个选择之一。达拉崩巴很适合改。那就现在呢？第一轮以 yes， 因为张晋他们基本上绝对是以舞蹈为主的，然后小春他们一定要粤语的，李承铉第一轮竞拍一定会要这个，其他三个对于 James 跟李承铉，他们会困在文正伦理上。我表了一个星星在八号的这首歌，它叫什么？巴拉贝勒，巴拉什么？达拉布曼。那个杜巴，杜比拉，杜比拉巴，我怎么办？我太平凡了。我觉得这个旋律好听，但这个有态度。对，潜力也是这个好，潜力。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在里面做各种可能，还有舞蹈加在一起，然后各种风格可以融合在一起。京东不负每一份热爱。开启京东歌曲竞拍环节，我们就花五十，25都可以，25，就写5都行，万一没人呢？能省点是点，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再花25，把它反对回来的话也无所谓。我就喜欢你这副嘴脸。好的，我们现在3、2、1，请亮牌。哇哦，都是无名之辈啊！313。哦，哇哦，文中老师，张晋阵营的是跳舞街，也是跳舞街，25。
看，果然是名人小姐。有要反对的吗？先不要动，等他们。113，反对的，我们这首。如果没有要反对的，我们这首《无名之辈》很有可能就是赵文卓阵营。3-1-3。我们要不要捣乱？哥，你坐下。你钱多，你钱多可以捣乱呢。棒棒兄弟，金哥，我爱你。我要是想要的东西，我会不顾一切的。只花二十五就可以吧？你们有没有要唱这一首？唯恐天下不乱，就这一批人。没有反对的话，无名之辈就给我们的赵文卓阵营了。反对。OK， 好，这一轮作废。漂亮。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再写一轮。现在我们要接受还是让这无名之辈先搞一轮无名之辈呗？对啊，肯定要先搞下来啊，跟他们玉石俱焚嘛。好，请举牌。哇哦，500。陈晓。很快呀，你们这些人啊，本来就是想一了百了。我们反对。对。Yeah. OK， 再来一轮。那我们可以写少一点。对呀、啊。我们看278，他应该会279。好，可以。七。好聪明，这个好厉害。假装缓缓嘛。哎，你这个云龙，我不会回去报告的，我不是那样的人。你回不去了，再站在这里，站这儿吧。坐着。二，不回去。坐。大家准备好了吗？请举牌。哇，你就认为他会出277，所以你就写了278是吗？是的，聪明。又得反对了，烦了，再来一次。我们继续玩啊。大家准备好了吗？397，在无名之辈。当然，现在无名之辈很便宜。再来这个，来这个，来这个。老大收风了，去收他们要哪首歌？你搞，快点，快点，给一个，快点，我们要500吧。嗯。3-2-1，请举牌。现在又回到了无名之辈的争夺。你拿不到，我也不会让你好过。还有人反对吗？张静阵营。跳舞街0.1，太抠了，他们真的。可以吗？最小是一。哦，那擦掉擦掉。一，我们都是对规则的亵渎。跳舞街还有人反对吗？反对，我们就落锤了。我们就要那回一了百了了。五。不反对了，不反对。四。来，我给大家助助兴。来。三。我陪你。二，最后一秒钟，如果没有人反对，我们就落锤了。1.5，一，落。好，收工。无名之辈归我们的陈小春阵营，是我们的500火力值。然后恭喜张静阵营获得的是跳舞街，用了一个火力值。那么剩下的两手做我们的一个加价牌，叫价，他们搞，我们休息一下。饮茶先，饮茶先，饮茶先。我们好好去把那无名之辈练好。对。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请出价。601。601。我是觉得我不能。在这首歌拿到一切，我们后面的那首歌是我们所有人要出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歌，我觉得麻烦会很大。
加的话 ，Just give it to them and then get the other one. Yes, that's what I want. 5601。601，赵文卓阵营，恭喜！所以呢，我们的李承铉阵营获得的是你要跳舞吗？依然是20秒。咱们拿了个跳舞的歌是吧？是的，对。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的。四首歌曲都， yes. 所以现在这四首歌曲都已经名花有主啦。有结果，有结果，有结果，有了，有了。上班一条虫，出发！我们即将开启第二轮阵营合作的四首艺术家合作曲目，三、二、一，请亮牌。又来了，他们又碰上了。哎呀，宿命啊！大拉崩巴是181。我们这个都没人要。我的天哪！有反对的吗？不用不用不用反对。我们拿这世界那么多人刚好。我们在一了百了上花的火力值还是蛮多的，应该最后就剩，两三百左右吧，肯定是不够的，直接放弃了。不反对，不反对。不反对的话，那我们达拉蹦巴就归李承铉阵营527，对。然后当年情归陈小春阵营，舍离段。一个火力值归我们的张晋阵营，那么干杯，祝我们的得来全部费功夫，但是肯定是啊，很辛苦。这世界那么多人，归我们的赵文卓阵营，恭喜！哇，这一轮这么的顺利，恭喜四大阵营，好吧，加油，各位哥哥们辛苦了，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祝福大家，谢谢晚安，谢谢辛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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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看一看粉丝在留言一些什么。我们有没有开会呢？我觉得可以。现在如果我们是有一个七个人全上，有一个人部分人上，有一个人一个人上，我们明天我觉得一定要先把那些分词我们先一起。我都可以，无所谓，你们安排，大家舒服就 OK 了。那个巴拉崩搭的那个歌词非常难。Crazy， 我喜欢只是因为它难。是，它很难，而且很特别，这样才可以拿分嘛。OK，Let's、okay, do it。我觉得哥，你这回要利用好，就是歌咏排名比较靠前的歌，跟现场投票有蛮大关系。是的，晋哥第九，你第十，我15。我写一下吧。这个比例要掌握好。这一趴你和哪些人分到一组？没分啊，大家都及早睡觉了。今天到此结束。晚安。请哥哥们准备出发，三万天演唱会比赛规则将在30分钟后发布。小伟奇，走了，走。汉宇，我的降噪耳机还没弄好，你吓死我了。我觉得如果你跟汉宇同时叫一个人，那个人得死。主哥，我吓又吓我一跳，哎，声音小八度，我知道你能量强，但是收一点。好的哥，出发了。哒哒哒，走。哎，我们一定要找一次气球，干一场啊！哒哒哒哒哒。Hello，Hello， 天哥，就我昨天房间只有我一个人睡，为什么？因为亨利淘汰啊，我还陪你啊，还有狗哥，对吧？有请滚烫家族见证人刘涛。Hello， 哥哥们，中午好。中午好。大家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三万天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的赛制又继续的升级了。本场演唱会为赛道对决战，三大赛道分别为单人 solo 赛道、双人合作赛道
艺术家合作阵营赛道，出战人员是可以重复的，四大阵营正面对决，每个阵营进行三个不同的赛道比拼，只有总分抢到第一位的阵营全员晋级，个人喜爱度末四位的成员暂别舞台。要拿下来，然后不让任何一个哥哥走，就是直接去赢。认同。如果我们赢了，那我们就已经不用担心被淘汰的那个方面了，所以还得派出最强的阵容。双人的话，我觉得可以是真哥跟狗哥的结合。不是，肯定是只选热狗。那当然是要最强的，最赞成的还是炫哥，全地球最会唱歌的，以他的那个台上的完成度跟他的那个感染力，可能观众他在看这个节目已经不是只是在听歌了，没意见。而且就是炫哥单人的也是炫哥，要谢谢我们组员对我的信任，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这个 team 里面的人都能够留下来，它变成是我也必须要考虑的东西，我觉得我可以做好。觉得在我们这个哥哥当中，志炫是非常强，基本是无敌了。因为觉得云迪的离开我们觉得很不值，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把那个比赛赢回来，就是对云迪的最大的尊重。小春哥去单挑吧，我也觉得小春哥出来就赢，玩不了那么多人，只要能够赢的话就不用想那么多谁是某某位。那双人呢，我想我们也要考虑这两个人的 vocal 合不合。甘寒文就这样子，好，决定了。我其实没有在担心我们的危险性，他在他的艺术领域是很顶尖的一些人。 I'm interestedSo I want to. 如果可以的话，我把黑豹乐队全叫了。Oh, that is such a good weapon. 可以啊 ，That might be cool. 你觉得 OK? 好，我信任你，兄弟。该炸的炸过了，该酷的酷过了，该炫的炫过了。怎么样超越自己的之前的那些东西？这个是让我最动心的。那我们就决定这个。这个就是迎难而上嘛，这个才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嘛。好的，各位，最终出战的名单已经确认，那么我们现在要请各阵营依次发表一下你们的对战宣言。首先邀请的是陈小春阵营。哇，终于到了放狠话的时间。说到要跟陈小春部落单挑，我们部落让各位三招。单挑。哎呦，好猛啊！这话，盖哥，哎，总共才三招，你让完了就没有了。总共才三招，气势要在，好吧，气势要在。好，我们请陈炫阵营来到这里。那个，绑起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来这里都是为了战斗，但是说实话，让你们三招都不够。要，你要跳舞吗？我不想跳舞了，这是。One, two, three。你要跳舞吗？X part 接下来是张晋阵营。好，那个狠话盖哥已经放过了，我们就不要放狠话了。好，那放什么歌？放点亲情吧。好，上阵父子兵，两人一条心。对，对，通常父子都是对战的嘛，现在我们都站在一边了，那就应该天下无敌了。没错，没毛病，哥，走回去，儿子。好的，哥。好的，爸爸。好的，哥。好的，爸爸。这杯分好乱呢、啊。最后，请我们的赵文卓阵营。我要听狗哥放狠话。依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想真的，我想回家了。可是在我回家之前，我一定先送你们回家。好吧，我们现在真的是战火一触即发，就看下一场到底谁先回家，好不好？哇，押韵啊，押韵啊，押韵了，涛姐。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就去会议室去定我们的出场顺序。Go， 走起，走起，好厉害呀！耶，良品铺子又送来好吃的零食了，嗯，好好吃。好吧，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个阵营竞拍歌曲之后剩余火力值的情况。耶！这是属于真正的开心吧？我理解了。零啊，还有。哦，你零分 ，OK。你也不能哭啊，你全部都是爷们嘛，你不能走去哭，那是面子何在啊？对。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争夺本场演唱会出场顺序的规则。郑英秀的出场顺序将会在演唱会前公开，所以我们今天呢只争夺单人 solo 赛道和双人合作赛道的出场顺序。所以我们现在先通过一个 VCR 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规则。哦，还有 VCR， OK OK， 他们已经见到各个门都巨香不好。出场顺序选择分为两轮，每轮确定一个赛道的出场顺序，每个阵营轮流作为选择方，针对其他阵营抽取的顺序卡进行提问。B 阵营，你手上的顺序是第几位啊？很一般，第二位。甄别其回答真假，最终选择一张作为本阵营该轮出场顺序，每一轮都将根据阵营火力值排名从高到低依次成为选择方。哇，理解了，我们是零吧？对，我们没得选，我们没得选。就他们三个人的手上的顺序你不知道，你要问问题，猜他们手上是什么顺序。哦，懂懂懂。是不是没明白？不走了。没事没事，哥哥不重要，我们一直顺序不重要，没事没事。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单人 solo 赛道的一个出场顺序的选择。所以目前火力值排名第一的张晋阵营留在阵营区域内，另外三个阵营派出一位哥哥在前方随机抽取一张顺序卡。我去了，哥。好，第一次单人的，去去去。裴晋展晋，站。去。好，加油。去。去做什么？玩儿。我去玩吗？就去玩吧。好吧。有有有有。我要他。好 ，OK。好，你们想想问他们的问题。其实问题基本上没太多用，因为他们都肯定会打谎慌。但是你就同样的一个问题，对，我们可以用同样一个问题问不同的人，看他们的反应。OK。好，我们准备好了，请三位入座。张晋阵营，你们可以向他们进行提问。嗯，好。佳佳。金哥，我一直很爱你的。是的，我也是。哎呦，你搞的是不是你是逼啊面？我觉得作为你们的好弟弟，我也是个不太会说谎话的人。不太会说谎话，这个太字有点。真的真的，就是我不能把话说死。那你就问他是几号嘛。好，那你请问你拿的是几号？第一个。第一号。我把实话告诉你们了，真的。好，那个说唱歌手比较 real。聪哥，我知道说唱歌手都是很 real 的，不会说谎话的。True。请问你拿的是几号？
I can't lie. No. 你把眼镜摘了，看着我的眼睛说 ，real。看着我的眼睛， real, real. 用真诚 ，respect。Answer me。二号。好 ，Reggie。对，刚才的对白也是同样对你说。不用理呀、啊，不用理他。你不用管我拿的是几号。乒乓，一泼冷水。这个我们就是。都是那个单词 fake friend。静哥，我非常真诚地告诉静哥，你一定是想要那张没有翻起来的，我这一张你一定不是你想要拿的牌。He's so good. He said a whole lot of nothing. It's like poetry. 那有人在说谎啊！刘聪说拿第二个，刘佳说拿第一个 ，Bridge 那按理说应该是挺好的。你们要相信我，哥哥们，真的，我绝对不会骗你们。所以你们觉得桌子上那个是我们想要的，对吗？如果不是你们想要的，那就是我们想要的，也是我们想要的。海军哥哥，懂吗？我们桌子那张，你确定吗？对，好，是。请三位亮出你们的顺序卡。真的非常棒，都没说谎，谢谢你们几位啊，真的实在。很和谐啊，大家都讲脏话，在这个游戏上面就不好玩了啊。对呀、啊，要说谎啊。好的，接下来是李承铉阵营的选择。拿到三号出场是真的是算是最好的。你继续吧。对，我看到你很会，我继续。你要不要去玩？你去。我操！我比较喜欢听你放狠话。反正玩呗，无所谓，男女女都可以。喂，你们谁想上？谁想上谁上，小白上，那我去吧。那现在不要再问什么 respect 啊，或是 will 啊，不要再这个东西了。找抛哥嘛呢？抛哥，抛哥你问。没人可以骗到了我。Oh my god! Oh my god! 哇！哦！小白，听说你是不讲大话的。哦。你几号？要是你骗我，你知道怎么样？小哥，小哥，维持三，主持公道。涛哥，如果我骗你，你抽我。OK， 记得。哇 ，Bridge， 哥，你的脸非常诚恳。对，我肯定。肯定。然后我确定，我手里这张牌一定不是你们想要的牌。又来又来这招。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吗？对，你就不要考虑我。那你只想是什么吗？一。OK OK。狗哥，有。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直的人啊，也不会讲大话。我要灌输你一个观念。Oh damn！ 卓哥。才是我的大哥，其他人怕谁？我要灌输你一个观念，你永远不要相信 rapper 为了押韵，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我。我这个没有电，已经被狗哥压到那个麦都没声音了。完了完了完了，又放大话。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不能相信，也是一种相信你啊。我相信你一定不能相信，所以你告诉我你这一张是什么？我觉得你会喜欢我这张。所以是三吗？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但是你必须要说。哇！就你说出来，我们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们。Follow your heart， 相信你的直觉。哥，你帮我问一下小白，谁拿的三号？小白，不要骗我们，谁拿的三号？我真的有点忘了，我没注意，因为。大哥没招了，哎！你现在忘了，现在去看。哇！
涛哥，我觉得事情我可以说实话，但是事情不能这样干。哦，是吧？因为大家都有为自己队伍争取好的排位的权利嘛。哎，掌声鼓励一下。我觉得我对，但是我是肯定说实话的。小白的求生欲很强啊。涛哥，我也肯定说实话，我觉得狗哥那个是你们想要的。好，我相信你。Bridge 也是 rapper， Bridge 也是 rapper。但信不信就由你们自己决定。我相信 Bridge， 我也相信。所以你们的选择是？好，狗哥，我要你的证卡。好的，狗哥，请你亮牌。I told you， 你永远不要相信 rapper。I told you， 哇，最强碟中碟！我这一开始就跟你讲，我在骗人。无所谓，都可以 ，OK。哦，没人可以骗到了我。既然被骗了。也无所谓啊，没问题啊，好啊，对不起张姐，伤害到你，不接受。接下来是由赵文卓阵营选择，请陈小春阵营、张晋阵营，全哥，全哥派一位代表，二选一了，二选一了，就剩二和三了。哎呀，我们队长不会说谎啊！胡海泉，不要相信胡海泉啊！海泉，你拿的二还是三？我三的。海泉哥哥，每一期都是你，每一期都是你，不行。哎呀，把你，对。小春哥都说他是三了，那我只能说我是二了。对，那你当然是二啊。你只能说你是二啊？啊。我二，我是二耶。我只能说这就是命运。哎，卓哥，那你想要二还是三？那肯定我要三呢。所以你会选择他们俩的其中谁手上的卡？小春。哦，喂，聪明。谢谢。所以你真的得到了你想要的。给你了。哎，谢谢。很成功，我们二也可以，都没分别了，这个挺好啊，这个挺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双人合作赛道，第一个选择的是张晋阵营，另外三个阵营请派出你们的代表。派 James 的话，翻译要派一个吗？不用，他可以的。他一不想回答就说我听不懂。就是对，没错。这是他们的战术，太难了。那你别问喽。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程序。不怕，我有一个办法。三位哥哥答应我们，同时用一个动作来回答一个问题。听不懂。我们。倒数三秒钟之后，三位把手伸出来，把你那个数字同时伸出来告诉我们好吗？来 ，James， 听得懂哈？听懂。100。一般。OK。一般对。He didn't understand. 他没听懂这个。倒数三秒钟哈，来，三、二、一，小伟。哎 ，put up a five。Put up a five。James， put up a five。No! Give me five. 会玩。我们再来一次啊。没有那么多，再来一次了。真哥，你拿的是四吗？刚才真哥不是说二了吗？真哥不说话。我妈妈跟我说过，十岁之前我要说实话，因为小朋友都要说实话。OK， 我知道了。那么厉害，你真的知道吗？那我去拿那张。晋哥，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黄正哥刚才他说十岁之前妈妈说不要说谎，然后
十岁之后就没说吗？也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表情证明了他那张卡不想被别人抢走。好，黄征哥哥，请亮出你的卡。接受命运的安排。你们后悔喽？可以可以，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你真是想要这张吗？就是不要让对手看出来嘛。小顺哥他们阵营就是经常干这种事情，拿了一个最不想拿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要的。面子何在呀？对。接下来是陈炫阵营的选择，然后请另外三个阵营各派一位代表。你要不要去玩一玩？我没办法说谎。没关系，可说可不说，可以不发言，只是微笑也可以。哎，这个要不要去玩？你去玩一轮吧，就跟捣乱啊。派一位代表，我要问，林正干嘛？没事就问候你一下。那个，咱们约好了，接下来有别的活动，你知道吧？所以不要影响我们的感情，好吧？哦，还行。我错了，哥，我错了，我错了。哇！如果我们的感情这么脆弱，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你说你是几号吧？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这张……哎，你这怎么这样？这个你想要的？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几号？一个很中，就是总之他说出来了，他其实他一个很中，他就已经暴露了。OK， 好好。那 Jerry 哥，你咱俩其实可以。走更进一步的，你知道吗？哎呦，因为琪琪在这边，我也不想骗他，我的不太好。哦，他的不太好。哦，你不太好。对，我不太好。不是，我最后问你，是因为你肯定不会骗我了。对，可以拿去。OK 的。我们开 bridge。我说了的呀，哥。可以的。另外两张卡，请亮出来。有机会啊，我们有机会啊！一定要拿到四，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选到四。接下来是赵文卓阵营的选择。齐哥，朱晓老师，您说，你希望你们这组唱我们前面还是唱我们后面？我想在您的后面演。哦，那你现在手上卡有让你得偿所愿吗？哒哒哒哒哒，想说我晕，挺好的，挺好的。OK， 盖哥，盖哥，哎，别，小盖盖，小盖盖，坐的这个姿势，这小盖盖，来，盖交给我，盖交给我，走吧，你跟我们的兄弟大鱼比赛，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告诉我，我要不要选你就好。哥哥，我觉得三十个哥哥都是我的兄弟。是不是不能相信 rapper 的嘴巴？你看，都是我后面。还有问题吗？那个琪琪，我刚刚没有骗你们哦。对。你的牌好不好？我的这是最好的，就是看，但是得怎么讲，就是如果有的人认为先出是最好，但是有的人说最后出也是最好的。觉得好像是有的人想先出。牛哥你来，我们是有点在暗示啊。想选择吗？啊，我选择。我觉得盖。盖。亮。啊。啊，哥，我对不起你。哥哥，对不起，没事。所以，请两位队长将你们的卡放进你的接盘。
么在这里要祝所有的哥哥们演出顺利，那么请哥哥们回到训练室进行分词和练习。谢谢，走。第二趴的那个第一个演示确实不好，那么接下来跳舞节就真的需要好好跳了，要不然的话强到爆炸。对，要不然的话很难练一练吧。是想去排练都可以啊。已经是第四次公演了，会有四位哥哥离开我们舞台，这一次的人数是最多的，可以是说是背水一战。这一回真的是我感觉是哥哥把平生的集中力都集中在这个四公上面。因为这一次分为三条赛道，无论是在这个排练的时间、排练的过程，还是说这个精力和体力的一个消耗，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哦，再来一遍啊！现在整个哥哥的气氛比刚开始来的时候已经严肃多了，真的火药味挺浓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相互的不再串门了，对，觉得现在就是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对，大家都拿出看家的本领。大家就是旗鼓相当，所以大家都不容乐观。前期说享受舞台的人，现在应该心里应该多了一份负担了，因为大家团队意识越来越重，必须得赢，为了保护我们的部落的这个阵营。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赢过，但是不想拆散，你拆散就是为大家会分开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赢。2000，我们要不要加点难度，玩点更有挑战的？灵堂丝花的盲盒，任选一个做挑战，挑战成功了，我就送你最喜欢的巧克力自由。选择画灵堂腹肌训练挑战，轻松完成5个俄罗斯转体。1、2、3。你这个动作也太丝滑了点。德芙灵堂黑巧，灵堂也丝滑，好吃没负担，训练更丝滑。恭喜你挑战成功，这些巧克力是你的了。我要分享给哥哥们一起吃。耶、yeah。Hello， 喺度做咩？你讲咩都唔信啊！打紧麻雀啊！有边个打？应采万组考员，还不错、啊，看起来还行吧？绝对可以、啊，样一定要拿死、啊，对、啊，一个链子可以啊，这个觉得算了，比较符合这首歌的 Holy 的气质。你怎么弄了一下这头发、啊？剪短了一点、哦，但是明天可能还得后边扎一下。嗯。是不是有点太短了？不短。其实这个状态是最好的，前面留一点。对，前面就是我就想稍微留一点，又可以甩的感觉。很好。我真的今天开始有点舍不得。你看公事公务就成团啊，其实很快哎。哇，我快3个月了，挺好玩，我挺开心。但明天也有人离开。两三个月一起在排练，一起在吃饭，一起回宿舍，一起，对啊，一种生活好像是开始有点不舍。这段时间培养的默契和感情，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打散我现在这个部落，我是真的舍不得。不喜欢被打散，哥。喂，有信心啊？晚安了，哥哥们，晚安，明天一切顺利啊！干，加油！加油 ！Let's go！ 哥哥，我很期待你跟炫哥的那个作品。我也是，等着看。加油！这次公演，这个分数关乎到会不会有兄弟离开，确实是有压力。我就想拼一把，要拿到第一才行。这样的话，我们阵营就不会有人被淘汰。我现在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破釜沉舟，拿第一。儿哥，一大早的你就别这样了，渗人。哎，冷汗都要飙出来。罗哥，
等等，我们稍微去走个一两次，开个嗓。How you feeling? Ready. You surpassed my expectations of what you were gonna put out for your dancing, man. Go. For real. Good, good. Let's kill it. 现场倒计时十分钟。来准备，三二一，走！大家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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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除了第一名之外，其他的二三四名根本没有差别。我是奔第一名去的。那我们这次目标是什么？不要有人被淘汰。这个目标很明确，只有一个位置才不会被淘汰。我们会成为最终阵营。欢迎，我们绝对欢迎每一位哥哥，来吧。当我们七个人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杀出一道血路。我们要拿下这一次的第一。对，披荆斩棘，干！滚烫剧场三万天演唱会现在开始。我们三十二位哥哥出道的日子加起来是226,665天。那今天我们就用22万天的沉淀，为大家呈现最绝无仅有的画面。今天是我们来到披荆斩棘的哥哥第80天。人生可以有很多个80天，但是在80天之内可以和32位哥哥举办5场演唱会，这确实非常值得纪念。5分钟能干什么？大概也就是一首歌的时间。有一句话叫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那5分钟呢？我们为了这5分钟花了整整50年来下这个苦功，就为了这5分钟。这个906不是906，是9月6号，就是今天，就是现在，请打开你们的希望，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人生不过是3万天，非常有幸能够陪伴在座的各位度过3万天当中的这一天。希望今天的演唱会大家能够玩得开心。那么现在有请张智霖哥哥、赵文卓哥哥、张晋哥哥、李承铉哥哥，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滚烫见证人刘涛。欢迎来到有哥哥都爱喝的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的《披荆斩棘的哥哥》，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大家好，我是张晋。大家好，我是张智霖。大家好，我是赵文卓。大家好，我是李承铉。好的，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连线，哥哥们。首先要请出的是赵文卓阵营的哥哥们。老话说得好，凡事以和为贵，但是今天有另外一句老话，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我们的哥哥们展现我们的实力，舞台上见。张晋阵营的哥哥们，我无信，去到尽 ，All in。去到尽就是 all in， all in。
李承铉阵营的哥哥们 ，Let's go A Super，Let's go A Super，Let's go A Super。陈小春阵营的哥哥们，人生三万天，就等这一天，加油！哇！我们这个舞台是绝对能够相信的，我们每一位都是人间的理想，理想在我们队。啊，可以借了用一下吗？不可以。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演唱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四位推荐哥哥入座观战区。首先要隆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将和哥哥们进行合作的中国现代舞舞蹈家赵良，图灵音乐实验室宋昭、阿依斯、马肖飞、胡晨，还有一直陪伴我们的滚烫力量团，他们是来自各个文化领域的学者和研究者。同时还要欢迎来自长沙市湘江公证处的公证人员杨婷婷、王一曼。今天是我们三万天演唱会，幸运的话，一个人的一生大约有三万天，短暂又漫长的岁月该如何的度过呢？那么今天这场演唱会，哥哥们将用音乐来探讨这些问题。那么马上发布演唱会的规则，哥哥们进行的是阵营抢位战，只有总分抢到第一位的阵营才有机会全员晋级。四大阵营将分别进行单人赛道、双人赛道和阵营赛道三轮比拼，三轮比拼结束，各阵营获得的观众火力值总和即为最终成绩，个人喜爱度，末四位的成员暂别舞台。今天是我们离开舞台人数最多的一次，本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四大阵营将根据比拼的一个结果融合为两大阵营，所以今天演唱会的结果至关重要。压力有点大，这次也是破釜沉舟要拼一把。或许我们不会离开，但是不想拆散，你拆散就是为大家会分开了，必须要赢。对，先有请四位队长上台。第一轮的单人赛道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请注意，现在我们单人赛道的规则是每个阵营要派出一位哥哥进行舞台的比拼，四组表演全部结束之后，1000位现场观众进行4-1的火力值投送，最后只会公布第一名的成绩。四位队长，你们率先出战的是哪四位哥哥呢？先请赵文哲哥哥。以前我认为故事是从书里读到的，但自从认识他之后，原来故事也可以从歌中听到的。有请我们的 solo 之王，拥有完美声线的林志炫。我们派出的是点子最多、创意最多、一人就可以是一台戏的尹正。正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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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舞台。这个 solo 的舞台其实讲究的就是排柄布阵，所以我们派出了齐楚不易、意料之外的。等一下 ，I love it。出其不意，我们派出了非常出其不意、意料之外的张七哥。Let's go，Come on！ 接下来的舞台就交给披荆斩棘，看他披荆斩棘。我们派出我们最斯文的，也是最会数学的，说话最清楚的陈小春，很神秘啊。好的，谢
现在呢，请单人赛道出战的哥哥们前往后台准备。哥哥加油！宪哥加油！加油！加油！宪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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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开始我们的第一组表演，它是一首极具个人风格的摇滚歌曲。让我们有请李承铉阵营张琪为我们带来《战》。三万天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生的意义跟价值，你绽放了多少，让自己能够慢慢地完成自己的这些目标。这一生无论你是多么的短暂，它也是很精彩的。觉得我们乐队的战比较适合这个，当时我编曲的时候那个意象都是跟嘻哈音乐有一些关系的，我想把它唱成 rap。站的这个律动 groove 是非常适合 rap， 穿一个比较 rock 的样子，然后我衣服一脱，里面是 rapper， 你知道吗？然后呢，中间我弹段 solo， 这样弹吉他，这样弹，这样弹，或者是用牙咬，或者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是我要用 rap 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就把吉他的 solo 跟 rap 在一起呈现，然后呢，开始是我和。Have you seen a rapper just rap while playing guitar? Wyclef. It's the first person that comes to my mind. 哥，我们可以听一下一个大家比较知道的你一首歌，而且是可以玩一个高技巧的一个东西吗？因为我是从来不怕在舞台上一个人演出我的歌有多弱或者是怎么着的，只要我站在那儿，我就会撑得住你的气场。 OK， 我大概明白。齐哥非常坚持他的想法，但是呢，虽然这首歌可能黑豹乐队的粉丝很熟，但是对于不了解的人是一个第一次听的一个感觉。我是有那么一点担心他没有一个继续往上一步一步走的更大的惊喜点，是让我觉得心慌的一小部分。七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问一下，你对《战》这首歌的很大的坚持是有理由吗？承铉，你知道吗？我要做就做这个时代的黑豹乐队的音乐，我不要做那个时代的音乐的 copy 翻版。明白。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不去做那些事情，我也一样可以站得住。那当然，当然，当然，这不是这种意思。我觉得这个决定没关系。我如果解释一下我的出发点，我是觉得，如果你拿一个公民的歌，有情怀的点打了以后，你再开始 rap， 你再开始做一些呀，没想到一个东西，是我的出发的点。我知道，其实这么讲吧，情怀的这方面，我为什么不去考虑情怀的问题？如果是考虑情怀的问题，我觉得抛哥比我适合多了。为什么我这么执意的要去干这件事情？我是要破除原来那个观念，而且我要做新的音乐，让人听到音乐是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样子的。好的。哇，真的，我其实刚才在那个瞬间我都头真的大了，你知道吗？有关乐队这个东西，你不了解我们这个乐队的这个构成。哦，我可以理解你一说，我可以理解。因为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乐队34年，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次来，就是因为我们不要再活在那个状态里，我们要跳出来做一个新的现在的状态。我可以理解，让更多人看到现在的可能性是什么。你一说这个，我完全明白。而且我还是想要跟你说，我们最后选你做这件事情，因为是信任你，所以你就放心的就好好做你的音乐，好好把它。拿住，我们不怕，第一个第几个都不重要，真的，这是我真心话。好，来吧，没问题的，加油，没问题，你不要压力大，你是完全可以的。好。这个是对的吗？我这么说，感觉的好像是骗那个你也是歌，对，也是歌。就没有打破那个，
我示范一个，不是一定要是那个，比如说。Turn the dials, turn the pants, pay. I burn the sun, turn the pants, and turn the day. How many times? 这次就是这么有名的一个 rapper 坐在我面前，还在我们的队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也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狗哥，我还去找狗哥教我 rap。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更有腔调一点，嗯，就是再让他更有 grooving 的一个感觉，就你断的地方比较中规中矩。明白明白，简单来讲，就是有很多的断句跟节奏感的区别。你说像你第一句，我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就是在吸收。我觉得人生的可能性在无时无刻发生着，而且人一辈子都是在学习的阶段，我觉得学无止境。感谢哥哥们对我的认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放在里面，相信我可以炸开这个场子，不怕他们三个人任何一个人打我。吉哥的 solo 作为开场，我觉得是没有更好的选择了。无论是他的声音、舞台上的表现力，都是浑然一体的。我没有想到吉哥会在 solo 的时候唱 rap， 真的有惊艳到我。他明明可以唱一首黑豹的老歌来讨观众的欢喜，他并没有那么做。我是觉得张琪他有摇滚的那个精神，就是不惧嘛，
他的表达也非常直接，看上去是跟键盘侠在拼，实际上他带着一些对生活的感知啊，所以我蛮喜欢他。齐哥你好棒啊，热不热烈？棒棒的小乖乖，行吧，这回这个好。挥洒灵感，保持创作的热爱，跟随内心，感受生活的精彩，享受专注的时光，更爱一群人，分享的畅快，体会远道而来的浪漫与炙热，感悟当下每一刻都有你的陪伴。马爹利祝我一路披荆斩棘，无畏向前。本节目由经典有机奶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生活我定义，披荆斩棘无所惧。本节目由不负每一份热爱的京东赞助播出，披荆斩棘向前冲，新潮好物逛京东。本节目由三星 Z 系列折叠屏手机赞助播出，实力霸屏，展开无界精彩。本节目由高端零食良品铺子赞助播出，高蛋白肉脯到位，哥哥训练不累。本节目由国际高端家电卡萨帝赞助播出，无畏荆棘，成就不凡人生。本节目由焕亮纯净美肌的麦吉丽生物质石墨烯面膜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超好吃的德芙零糖黑巧赞助播出，零糖也丝滑，哥哥超爱吃。本节目由宝乐丽家洋酒集团赞助，格兰威特特别顺，绝对伏特加加成。本节目由简约不简单的丽朗男装赞助播出，有颜有型有气场，哥哥都在穿丽朗。本节目由精通每一味好汤的康师傅汤大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美赞臣蓝针赞助播出，中国宝宝实证乳铁蛋白保护来真的。本节目由龙母壮骨颗粒赞助播出，孩子不爱吃饭，用龙母壮骨颗粒。本节目由广汽丰田凌尚赞助播出，空间大，动力强，越级人生尽情闯。那么接下来要请出的是从一开场他就一直戴着面具的男人。你若要走，让我们有请陈小春给我们带来《算你狠》。从零岁到80岁三万天，那起码有经历过青春期。我们以前住那个叫彩虹村，十几个小朋友没事没干嘛就走完那个走几个小时回去，看一下啊。反正就现在不会做这种事情嘛，但那个就是以前喜欢有这样的青春岁月吧。我们应该现在就投 solo， 应该用什么歌来出战？一定要是名曲歌，《独家记忆》算你狠。抱一抱，算你狠，要不要？为什么不拿最厉害的出来？我敢保证，现场没有一个人不会唱。一百二过头，前奏一出来就已经赢了。OK 啊，就唱嘅，我啦，要玩嘅。算你狠，这个歌应该会略为熟悉度会高那么的一点点，高那么的一点点。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爱情不会撑得太久。OK。好，下台并个位。什么视频啊？你觉得写的？你到底哪一点不熟悉你不平？这次的事，你还是你自己。还是四处重生，我这光棍。哎呀，我很忙嘞，我好多东西要顾啊。我顾我自己那个雨伞，会不会就滑倒啊？干嘛有的没的？哎呀，进步了。你过来。嗯，什么意思哥？觉得这个编曲很不开心，这个歌不开心，得要这两个兄弟帮忙去找人去弄。OK， 没问题，就这个样子，我最迟明天就可以给到你我们的这个版本，好吧？谢谢。小春哥说的，在原曲上面肯定要唱出不一样的版本，先根据原曲来分析，不能那个说唱的感觉来，要保留到小春哥唱那个东西要对头。现在都开始走起。小春哥的单人 solo 上面，我会把我们的编曲变得更有颜色一些。来，我们来看一下春哥的。
呢啲係效果嚟㗎嘛？我諗唔係咧。好酸。山实在太普通，这个山。又或者佢开咗个山，其实个山里边系有啲嘢。要不他的伞就把它烧了，烧了一个洞，一个洞，然后他一打开，砰，那些光就很离奇的落在身上也好。我去把小熊哥叫过来。嗯，那个伞有没有弄过？弄啊，有样喺入边啊，有样喺度。那个伞在背后也不是太好看，我也觉得背过来不好看。我觉得在前面会好一点。I try。这样我觉得不够离奇，这个事情有妆更好。Cool， 有个妆好啲，就是邪恶一点啊。好啦好啦好啦，一定可以。今天肯定更好。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good good， cool。还有一天笑话，去冇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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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我。I don't mean I can fly。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玩不了那么多人，谁站别这个舞台就。都完全另外一种，天有不散之筵席呀。还玩不下去。
缺失了。你到底哪一点的不爽，心里不平衡？做事的事，男人最有名的自尊 ，you know， 还是那女人的骄傲高跟和红唇。失聪的蠢蠢，明年蠢蠢蠢，打不开心门，那就只有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陈小春，否则就注定当一辈子的光棍。我就想到我去这里歌，让我学住到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吃上又回来去点，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一杯热果冻，呛得眼泪流，上班寂寞中。我从后看五转跳。这个表演真的是，我心里可以满分。我自己预测，不管赢多少，肯定他是赢的那个。我看到了小春哥的那份认真，那份终于在第四次公演才爆发出来的对这个舞台这种表演的野心和渴望，而且是对胜利的渴望，或者叫做对保护自己队友的力量的渴望被唤醒。披荆斩棘的哥哥一开始就说，我们最终要成为一个唱演家族。我认为今天小春哥非常完美的诠释了一个何谓唱演。因为小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我买过这个磁带，加入小丑那个楼梯，我就整个舞台就炸爆了。陈小春把那种无奈、奋争、不服输各种交织在一起的情感表现得非常的到位，我自己就被征服了。哇，很热吧上面？太震撼了，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好？要不要 encore？ 太棒了！所以一切的等待和神秘感都是值得的，小春哥。你是怎么想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演绎你自己的一个代表作了？其实是没有，不能这样，不是不是，是大家我们团队的兄弟，还有节目组，还有大家一直以来的头脑风暴就碰撞出来。我也没试过这样子，也挺好玩，挺好玩的。真的太棒了！来，静哥。怎么样？有没有压力？有，肯定有。我知道他是跳舞很厉害的，但是这次他都没有机会跳独舞，我觉得太荣幸了，非常精彩，太精彩了。谢谢。再来一个，对不对？现在的首轮单人赛正在激烈的进行，现场观众将进行四选一的火力投送，谁能够在第一轮的单人出战拿到第一名，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是一首非常空灵的歌曲，有请赵文卓阵营的林志炫哥哥为我们带来《空》。三万天的主题讲的就是人生，其实对我而言，人生到最后可能是一场空的。那也有些人对感情的顿悟是一场空，你不知道他何时来，你甚至不知道他何时走，终是一场梦。
无名。你现在会唱什么歌？我开的是，不是这个了，好好好好，不是这个，二不是这个，这个太洗脑了。不不不不不不，N多年前我们就听了。单人出战不能这样。我选的是这个，想来想去呢，就想到了这首，空。一开始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歌曲，而是为《悟空传》这个电影写的配乐。那我就转念一想，哎，这首歌既然是我很喜欢的歌，所以我就何妨趁这个机会介绍给大家，也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上，首次公开现场演唱这首歌，我觉得也相当有意义。那个空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太好了。有难度吗？那声音的跨度超过将近3.8度吧，低到高，就最低到最高，这个跨度是很惊人的。嗯。换句话说，这首歌在刚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只有打算让乐器来演奏，所以写的比较宽，大概它原来的音域就写了几乎要到19度。几度拥有，几度失去。Oh my god， 发生了什么事？谁有巧克力？巧克力我这有。我可能血糖已经太低了。你真的睡着了？你真的睡着了？差一点。因为时间长，已经有点吃不消了。对。愿是场梦幻的泡影。泡影。不灵风不。这现在还在练呢。正在开嗓。啊，开嗓呀。对，一状况出来，应该是。这次太辛苦了，他对自己要求高了。他这次跳的这歌很难，高音下来马上是接最低音，所以他那个位置很难。嗯，一般前天只成功了一次。他肯定有他的考量，这么有经验的人，但希望他身体顶得住。轩哥，你太辛苦了，所以昨天几点钟回去？3点多要出去了。辛苦辛苦辛苦。那你的嗓子今天感觉？他听话就好。接下来就是跟他讲，他已经跟他讲沟通。哎，你待会要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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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然后三转圈，然后这样，然后最后安全落地啊，安全落地啊，这样。那他要怎么样才能听话？他不知道，他只会回答说：“我试试看。”我被寄予厚望的时候，我会觉得让自己淡定，把自己精心设计的编曲各方面什么都做到最好，就无愧于心。
了无踪迹，难忘你离去的背影，虔诚的福音不受那伤力，笑颜又怎能忘记？云散落风不停，几度拥有，几度失去，不曾忘记前世的。炫哥一出来，我觉得哇，就很近，就那一刻我会觉得哇，我很享受。真心相拥，
空。我觉得这首歌的曲写得真的很好，我在哼它的时候就有一种器乐演奏的感觉，炫哥唱得也很好。那炫哥的舞台依然是他的这个稳字当先。包括他的 hold 住气场，整个音乐的这个能力还是非常厉害的。空这首歌呢，它表达的是热血沸腾的事情已经不再让我们激动的时候，内心并没有陷入到空幻的那种状态，而是一种沉静坚毅，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披荆斩棘。炫哥还是能打，真的能打，可以，真的可以啊！我也被这一下麻到了，真的，情感已经完全到了。对对，你们知道吗？其实昨天半夜差不多2:30-3:00，志炫哥哥还在这边，我当时就很担心，因为志炫哥哥每天早上6:00-7:00要起来开嗓，而且已经连着将近有4-5天，每天都是半夜3:00。所以志炫哥哥这几天扛这么大的压力，你是怎么做到刚才那一刹那这么完美的演绎？今天这首歌《空》是一个非常美的作品，因为这个作品是第一次从录音室里走出来，因为它的美，即使它有非常大的难度，它的音域从最低到最高跨越大概19度，我还是心甘情愿被它夺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高一点，特别舒服。好的，谢谢志炫哥。有没有礼物啊？礼物，你看，领染的西装礼盒，西服适合你的。好，我试一下，哥，来试一下，试一下，试，怎么样？可以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款西服风格简约，但是剪裁很讲究。确实简约，也真的很讲究。汉语你穿起来也是真的是很帅啊。而且领染系列采用的是节能材质和工艺，无化学染料，健康环保。这个是现在最流行的新商务风啊。利朗的设计就是简约不简单，跟其他配色搭配更有无限可能。带我研究一下。接下来单人赛道最后的一组表演，有请张晋阵营尹正为我们带来一剪梅。我们先谈那个 solo 那个，按照咱们之前是有想，就是说每个人打算能做什么。你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叫袖手旁观。小白呢？我会选择一个大众熟知的歌曲，用自己的方式去演唱。刀雀呢？我会唱一些我们棒棒糖的歌。想象呢？啊，我们在讨论 solo 那一段。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这个东西就算让我去跳我最拿手的东西，跟别人也拼不了，就跟出舞台一样。我出舞台已经把毕生绝技使完了，29。汉语呢？我面有代表作。靖哥呢？咏春嘛。唱。不是，我是说。文正正品级。那正呢？一剪梅啊，一剪梅，只能啊。正哥那个一剪梅挺绝的，我说实话。但是我先就是我不想去。一剪梅这首歌我自己也很爱，但是电影播出了之后，很多后续的宣传，包括各种的问题，它透支的太厉害了，就消耗的太猛了，导致我到后面我一听到这首歌会有生理反应，我会起鸡皮疙瘩。等一下，靠，靠的是，你逃不了了。你站在那个墙边，先不要回头，先不要回头。来，我们，三，二，一，准备，回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对这首歌是有生理反应。兄弟们，这个还是最后考虑的。你会不舒服吗？你刚刚那个感觉，我鸡皮都起来了。我对这首歌是有生理反应的，真的，鸡皮滑，鸡皮震。哎，没有，后来是这样。可以啊。就这样的吗？
真情不能逆风也。哎，我跟你讲，这个绝对破圈，就是为了表演。这个会炸，这个会炸，因为跟你前面还很对称。你们先聊聊别的。不是啊，不，我们已经不想聊别的了。然后突然一下，因为我们要把它弄得土就土到底。但前面很有质感。对，小一点。等一下，好好好好，你们等一下，你先不。好了，先。就是哥，你等会儿。没有，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吸引人为主的，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非常吸引人，很吸很吸。我们先不要掉入一剪梅的漩涡，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挺进武功，就是歌还是要好听。他说的是对的，因为我们如果是走这个搞笑的这一方面的话，他就是笑完了，但是那一票他未必会给你的。但是如果理性的分析，你唱不过智炫哥。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出奇招没毛病，因为这个不出奇招很难说。这一瞬间其实是很纠结的，而且其实在之前所有的一切，包括我参加别的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去跟，就是会去跟对方就是交流，我说我出现的时候别播这首歌，我会不适，你别让我唱，我会难受。虽然我之前也唱过，但是我真的会不是很舒服。但是什么是责任？责任就是你要把一件你不想干但必须要干的事情干得很漂亮。我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而这个时候劲舞团需要我，我一定要站出来。哎呦 bro，他现在是这样子，要变成一个能跳舞的东西。你比如说回归到一个 old school hip hop Y2K 那个东西能跳 New Jack Swing 吗？不要 remix 别的歌曲，最好是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就是你的主心核还是一剪梅，不能让观众跳戏，律动起来，走起来，让现场把观众炸了，真的也是要炸的，还是要炸，就是要炸。对，这样直接的沟通其实比较。你干啥哥？我虽然平时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但是你放心，这个 solo 兄弟必须拿下，你们放心。啊，这样不用有压力。我不用有压力，我没压力。但我告诉你，我绝对把那场子给你搞炸了，杀掉一切，全彻底搞炸。必须的。我挺为他感动的，他那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去碰这首歌，他出战唱这首歌，可能也是唯一的理由，就是为了团体，而且这种奉献，他是为了另外的六个人。我挺佩服他的。回到北京之后，直接拎着箱子就去我的制作人李秋泽老师家了。两个人天天熬通宵，各种的头脑风暴啊，电话会议啊。总之，我对这个改编还是很满意的。太贱了，太贱了，太好了，又贱又帅。三个月只有90天，而90天是3万天的一小部分，而在这90天里面，我和哥哥们相遇了，因为我们拥有同一个梦，所有人一起冲。
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哎，身体不断在升温，握紧枷锁的友们，与生俱来的天分，力争上游，奋不顾身。时间不停在转动，练就成一身武功，给出应给的尊重，宁缺毋滥，与众不同。是还是很先进的，对对对，哇，他那个副歌很洗脑。就是你不要看这么简单，越简单都越难写。第一反应我是替阿正高兴，他又做了一个他从来不碰的歌，他那一刻释放了。第二感受就是我们这个起照是出对了。尹正的这首《一剪梅》，校服一脱，在舞台上直接呈现了时代的改变，从个体去符合角色，变成了活出自我。这种活出自我太有力量了。哇，刚听到《一剪梅》三个字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回忆杀，原来是个超级洗脑的一首歌。所以其实这首歌到最后后面的改编是怎么想的？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舞台上唱了一剪梅。大家如果有留意歌词的话，其实这个歌词是送给所有的哥哥们的，也是送给在场所有的观众的。然后我觉得披荆斩棘的哥哥是我参加过的最幸福的节目。比如说我在这里感谢几个人，首先第一个盖首先跟我讲说，兄弟，一剪梅是你的宝贝啊，你不可以 push 他，那是你的荣耀。哎，盖 bro， my bro， thank you。Bridge 当知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他第一声跟我说，郑哥，我这里有现成的伴奏，你要不要用？他之前改过一版，然后帮我狗哥也会帮我听，然后包括静哥他会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身边所有的哥哥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然后希望所有的爱都送给大家。大家今天来这天没有别的，一定要开心。我们所有的哥哥陪大家一起乘风破浪，滚烫人生。说得太好了，来教教我们吧，那个学，让我们好好都学一学。对，这个东西是我那个制作人叫李秋泽，然后他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歌的时候，
突然间穿着拖鞋，他动起来了。雪，雪，雪，三万天有太多的瞬间。他这个步子一走的时候，我们在排练室都炸了，因为这个动作他不是难，他是很适合他，很引证。OK， 好，来，我们今天呢是阵营的抢位战，总分第一的阵营将全员晋级。首轮的单人赛正在激烈的进行，现场的观众将进行四选一的火力值投送，谁能够在第一轮的单人出战拿到第一名呢？单人赛道四选一的火力值投送现在开始。有机生活由我定义，开启经典投送时刻。一号，一号，二号，一号，二号，一号，三号，三号，三号。时间到，老天自有安排。单人赛道的比拼，我们将公布本轮最高火力值，请看大屏幕。很忐忑，因为这个关乎于我们这个队此时此刻的命运。当然想拿第一，拿第一就不用拆火了。奔第一名去的，不想成员再被淘汰。我那个是在第二个唱，我怕大家会忘记。我们恭喜陈小春哥哥，算你狠，获得了275火力值，暂时领先。好棒好棒，祝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啊！谢谢。十字名归，真的是，怎么说？十字名归点讲啊？十字名归，十字名归，恭喜恭喜，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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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耶！谢谢哥哥，太棒太棒！谢谢，然后呢，也恭喜小春哥，加油！没事没事。那你们谁最有信心能够获得这一轮最高的火力值呢？非常 OK。275，只要不是太过分的第一名，是 OK 的。真的，别让这个东西太那个了哈，没问题。接下来我们要开启的是第二轮双人赛道的比拼。我先拿第一仗，先拿了一个头炮，先拿头炮啊。接下来交给你们两个了，哥。放心，他们两个绝对 OK 的，他们两个绝对 OK。交给你们了，哥。这次压力有点大，我跟靖哥是两个人背了七个人，如果失误是丢阵营的人，我要把它转化成动力，就是要赢，这次就是没有别的选择。相信这里面所有的组别都一样，个个有信心，人人没把握。就害怕万一真的是敌中一份子离开的话，就会有一点一点点伤感，伤感在里面。这个赛季除了第一名不被拆散，其他都要拆散。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做第一，就没有这个危险。在上场之前不能想到输，只能想到赢，不给自己后路。手怎么那么冰？不，没事没事。I'm with you. Remember, have fun. Yes.
耶！听到了赛制以后，我路多难走，我是已经想过的。但现在，我想要拿第一，为了我的部落们。每天牛奶喝什么？牛奶就选经典款，限定原产地牧场，中欧有机双认证，每百毫升含有3.8克原生乳蛋白，营养又超超超好喝的有机奶，你确定不来一瓶吗？双人赛道和阵营赛道的比拼正式开启。双人赛道是给进团量身定做，我们阵营只能想到赢，不给自己后路。我要一雪全耻，这个表演真的给满分。我可以很自信地说，下半场应该是我们是最强的。3万天演唱会结果即将发布。三。啊。只有总分抢到第一位的阵营，才有机会全员晋级。是1057。OK， 1057。现在是谁在叫？张晋哥。现在我不知道我的分儿，它是1315。231和285的差距。唉。个人喜爱度，末四位的成员将暂别舞台。今天我们推理社要进行一场狼人杀。天亮了，我先跳，我是预言家。我是个预言家，昨天晚上验了6号，6号是狼。我是那个女巫，我是女巫。我是用解药救的6号，我是自己救了自己。我现在也不知道该信谁了，这一把被屠边了。昨天晚上有2个人死亡，被骗得团团转。接下来进行辩论环节，首先睡不着你才能起不来。如果你认为起不来就已经很痛苦的话，那么睡不着那就是痛苦的根源，一定是最痛苦的。你为什么睡不着会觉得痛苦？因为你睡不着，你担心的是你明天起不来，所以是起不来更痛苦。起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你身边没有像这样的人，你马上一个鲤鱼打挺你就马上起来了，本来没睡够，一直在听敖犬在，特别痛苦。天哪，他睡不着。我觉得废话是该说的，就不用想，废话能说吗？是不是？你一定该说。可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已经知道一个道理，说废话不该多说，还要说呢？因为呢，我本身就是一个废话很多的人。对。我想说 ，KG 展习的哥哥比这个节目好录多了。哇哇哇哇哇！完了完了完了！别理他，走走走，别理他，走，装的装的，他是装的。谁在心里默念我的名字，用3个字有多少的力量。上微博进入披荆斩棘的哥哥化石验， pick 你最喜欢的哥哥为他加油打 call。 上微博关注披荆斩棘的哥哥，一起感受哥哥们的无限魅力。感谢首席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台新社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澎湃新闻、网易新闻、凤凰新闻、一点资讯、扎克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特别合作、智行、腾讯地图、轻宝宝、好看视频、同城旅行、虎牙直播、搜狗手机助手，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环球网、国际在线、千龙网、粉丝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网、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江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花边娱乐、熊猫娱乐、亚洲文娱、亚洲影视。感谢媒体观察团、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橘子娱乐、广电独家传媒内参、互动网络影视。综艺报、传媒圈、传媒一号、高能一辈子、蓝小姐、黄小姐、娱乐独角兽、一点剧毒、一鱼观察、深度文娱、不眠说、传媒一淘汰、网娱观察、娱乐产业独立、影视产业观察、冷眼看电视、会火、深扒深夜八卦、桃红明白、梦大明白、我实在太 CJ 了、影视前哨、陶叨叨。他们最后一一臣服于我背后的逻辑。It's my time now， 奔跑在火焰之翼。Come on in。